哎呀，我门前又开始拍电影了，你看好热闹。这朵花和这个椅子是新加坡的，好像还在弄，还在弄。以前我们这个地方也拍个电影，而且到我们屋里头来拍。估摸是这条街道这个地方没有电影院看起了，有点旧的味道。就有 Tim Horton 啊，星巴克啦，披萨啦，日本餐啦，哎，啥都有。我们的商店已经变成了一个日本商店了，卖吃的，卖 bubble tea。今天正在拍电影，在我们门口，说明我们这个街区还相当古老吧？这条街已经封了，哎呀。很热闹，很热闹，阳光又好，头上是个牙医，这是个动物医院，然后香波，然后是个披萨店。休班警察也在挣加班费。All this your quality 的一个标记，我们门口的。都在忙哦，路上都站满了，都是拍电影的房车。所以电影工业简直是个大的产业，好多人围到这去，支持支持，坚决支持。只有我们门口贴了个 permit， 因为堵了我们的门口。走，这女的是那个是在给那个电房说我们那是啥子，他们进我们房子噻，我一下走了进去。